啊，这几天都一直在下雨，而清明三天连假很快就要到了。那么气象局就说，今天开始到周四，受到风的影响，天气不稳定，但是大家不用太担心，因为清明连假天气就会转好，会恢复多云到晴的好天气。气象局说呢，周五连假第一天的天气逐渐的回稳，只有北部东半部局部短暂雨，其他的地区都可以看到阳光。而礼拜天呢，全台各地都会放晴，只有北部山区会有一点点的局部短暂雨。